不可以，他只差一根线，其他船都能通用了。只差什么线？就差退避的线。那给他寄过去就行了。那寄过去，寄过去也可以，他就不用换线材也可以用。关键是难不难？你这些你都没说。难怎么就难？那这可不可以？你要确定哦。因为他现在就我问他说要换什么游戏，他说你们是哪些游戏可以用，他就说那个线材可以，就是说可以用的，他那机箱是可以用的。他那个机子，其实。IG 十线材我还用过大陆版，然后这个又用到版了，我测试过，估计是也是一条线的问题。那我现在是怎么说？我们确认。线路我们可以给他做好啊，什么问题啊？这他不用。或者如果你他那个龙与武校直接换成买成火麒麟就可以了。对啊，最好是火麒麟啊。然后他说你想要雷龙 copy 版的，就让他重新买机器嘛，他什么东西？或者你就怕他不会换线材嘛？到时候很麻烦，知道没有？而且那方向不一样的，知道没有？那我跟他说了。你家拍视频吗？对，是拍。他们说那个有点那个。要重新开始吗？还是怎么样？重新开始吧。重新开始。